结肠小袋纤毛虫是人体最大的寄生原虫，寄生于人的大肠中，可侵犯宿主的肠壁组织，引起结肠小袋纤毛虫痢疾。猪是重要的保虫宿主，本病流行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，我国山西、河南和山东以南各地均有散发的病例报告。滋养体寄生于结肠，引起消化道症状，虫体可分泌透明质酸酶，并借助机械运动侵犯结肠黏膜，甚至黏膜下层，引起溃疡。严重病例可出现大面积结肠黏膜的破坏和脱落，病理变化颇似阿米巴痢疾，患者出现腹痛、腹泻和粘液血便，并常有脱水及营养不良等。防治本虫的原则与蛹组织内阿米巴相同，患者可用灭滴灵或黄连素等治疗，应管好人粪、猪粪，避免虫体污染食物和水源，注意个人卫生与饮食卫生。